最近有八卦账号放出路透照，原本通稿写的是杨洋和赵丽颖在拍摄某广告，结果现场杨洋身穿西服变回大神，而张天爱则一身绿袍大玩穿越，这肖奈加碧瑶古今穿越的剧情也是醉人。另外据网友透露，前几天赵丽颖工作室还发了将在无锡拍摄广告的行程，结果在无锡穿着碧瑶衣服拍摄的却是张天爱，难道说张天爱接胡了小谷的广告吗？所长觉得明星背后互抢资源也是竞争的一种，暗自决裂的那些事儿，咱们这些吃瓜吃桃吃梨的群众还是知道的太少啦。昨天韩国女团 IOI 出席在釜山举行的明星粉丝见面会，各成员身穿短裤大跳热舞狂晒 S 曲线，这画面就是节奏感，美美的节奏感。各路热情的粉丝不辞辛苦腾腾腾赶来， IOI 成员们十分感动，聊到和粉丝之间的情感，姑娘们不禁眼中泛泪，惹人怜爱。张靓颖婚事遭遇妈妈反对的事儿，是这两天娱乐圈热门话题。昨天她站出来回应，自己家是自己出力，而冯轲也表态会把财产转到张靓颖名下。眼看事件日趋平稳，却有网友爆料冯轲出轨张靓颖粉丝，该两粉还是中戏学生，因为漂亮长相十分出名，照片也随之曝光。对此，张靓颖再度发文否认冯轲出轨，并表示不要捕风捉影，损害一个女孩的名声。而这一次的第三者也转发，并感谢张靓颖的澄清，并说希望大家给张靓颖一些私人空间。所长觉得到底出没出轨，现在没有实据，反正过日子都是冷暖自知，你们开心就好。希望张靓颖早日平息这场风波，迎来幸福生活。要说嫁入豪门最幸福的当属郭晶晶，结婚多年和霍启刚依旧爱如初恋。昨天他们两个出席活动，郭晶晶身穿绿裙笑容清新，霍启刚全程牵着老婆的手拍照走路都不松开，你看握的那叫一个紧啊，生怕被别人抢走似的，幸福如你，要狠狠的幸福下去哦。